真意外，没想到我们来到这座奇异的古城之后，首先造访的地方竟然会是一间卧房，是我的错觉吗？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里好熟悉？咦，这道楼兰幽光的气息和地下楼兰的感觉好像。那幽光的力量与我手上的幽银之戒共振着，之后便有一股力量要将我拉到了这里。这个地方的布置好像在高昌古城也见过。丝叶之间，完整的丝叶之间。好大的妖虫，看他浑身的紫雾雷电，想来其并不惧怕雷电咒法，大家可用火系咒法击败他。来吧，我可助你。来吧，我可助你。姨在这儿呢。我可助你。姨在这儿呢。魂剑相与，来吧，来吧！哼，蝼蚁！魂剑相与，事不宜迟，天摇万象！事不宜迟，魂剑相与，在此一击。姨在这儿呢。哟，天摇万象。还有呢，
看来此地仍旧会有其他类似的虫妖，我们得多小心点才行。总有一天，家乡的食灾能被消除吧。打败了妖虫后，我们又回到这卧房了。奇怪，为何有种力量驱使我翻开那本书？咦，这本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和一只黄金钥匙，这纸条上写着字，可是又是看不懂的文字，而且和我们在楼兰地下看到的怪符号不同。让我看看，这是古楼兰文，现在还认得的大概没几个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懂古楼兰文，这纸条上写些什么？诸星横天，拱烈华穹，天水东升，土木随浊，冷月半日，神火西沉，岩金木水火土月日之序，乃成天之道。看来是在暗示些什么机关的次序，其所谓的拱烈华穹，不知道这华穹两个字代表着什么，还是先在这里继续查找，看有没有其他线索吧。这里和罗布泊地下何其相似，果然是同出一脉。总算解决了，我有种预感，前方应该会是整个楼兰最核心之处。我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。